窗框的玻璃窗啊，内底藏真侪本参考册甲杂志，这都是歌姬怀古姬，嘛是伊所创办的第一出版社。伊大学毕业了后，伫中学做英文教师，却因为左派思想，被国民政府抓去关。四月特工去迄个科技大学所在去搜查，找一本迄个唯物政变的话，特工认为讲有迄个叛乱的嫌疑，啊，尾也甲送去伫倒吼受训。伊用文化反击恐怖统治，用日文完成自传小说《台湾加勒岛》，将承受的苦难化作一部民主参考册，将民主的意义教予大家。